阳光活泼的魏华轩因为不想过着一成不变的主播生活，毅然决然的就辞去了主播工作，透过旅游寻找生活的意义。邀请森林跑站的厨师大牛教我们做松饼轻食哦。爽口的蔬菜沙拉搭配浓郁奶香的松饼，吃起来真的是有疗愈到运动后的每一个细胞呢。